是孟美岐，在《我心飞扬》里面饰演杨帆。我记得第一次跟主创团队的大家们见面的时候，我其实对于真的可以好好的饰演杨帆这个角色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把握的，就我其实也没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当我真的融入到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边，剧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非常非常耐心地帮助我、支持我，还有演员们、老师们各种就对我的陪伴，其实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自信心。然后当我感受到了这种温暖的力量的时候，我完全的坚定了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做好它，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把它做好。这是我今天作为杨帆最后一次用杨帆的身份跟大家说话。对，然后 我想要感谢的人很多，但是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准备了小纸条。我首先要特别特别感谢导演，在这部戏里一直对我的帮助和认可。然后我还要感谢我们很遗憾没有到场的监制徐峥老师，当时在开机的那一天，就是教会我了很多东西，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然后还有我们的电影总制片王总，还有我们的摄影指导一森哥，还有我们的执行制片马丁哥，然后我就要感谢的是我跟我对手戏最多的夏雨老师，我的教练。真的，我在夏雨老师身上也学到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还有就是三朵青花、木子、宁月，还有很遗憾没有在场的许昕，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戏中的好朋友，饰演赵雪的嘉欣。然后还要感谢裴奎山老师、米特哥，还有现场所有的副导演、化妆组、服装组，还有这部电影我们最辛苦的所有短道速滑的专业运动员们，以及陪伴了我们真的很长时间的冯指导和吴教练，你们辛苦了。还要感谢今天到场来支持我们《我心飞扬》的所有的领导，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电影。这四个多月跟大家经历了酸甜苦辣，这对于我来说一生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很高兴认识大家，祝大家杀青快乐！我们的《我心飞扬》票房大卖。